就在海军左营基地营区，今天是开放了各式舰艇跟阿帕奇直升机，也吸引了上万民众来参观。不少人争相模仿了阿帕奇姐的敬礼姿势，成为全场焦点。国军还开放部分装备让民众操作体验，现场也举办了海上操演，还有陆上战技表演。再有两栖突击车演练海上烟雾弹爆破，展现了国军备战成果，增进民众对海军的了解。